Who said a bathroom faucet? Bathroom faucet 面不通透。这个是单门的，这个冷热的，所以有很多面不通透。这种也是冷热的，所以不得每个国家不一样，它的那个也不一样，就是全黄铜的冷热的。Bathroom faucet.